缴一季的管理费，我们退8000给你。哦耶！另外，你还可以再选择一位较喜欢的住户和你一起享受这份幸福。没有意义。没有，至少就是要救一个没意义的。是不是？要尊亲睦邻。还有刚才我缴的就是你的账单，本来就是要还我钱的。现在缴的，欢迎各位住户来到第二回合，答题时间一样是1分30秒，但是总的智慧新币已经增加到了200000，所以里面有一半以上都超过10000，这些领先的都不叫领先，嗯，那随随便便你看减一下才答几题就13800了，所以是有机会的，好吧？蔡祖密，请出题。流行饮食法阿金饮食，它是以降低淀粉还是脂肪的摄取达到减肥的目的？请解答。马世芳，你知道啊？脂肪。是脂肪吗？请揭晓。看来素心姐，素心姐，你认识阿金啊？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吃的生酮饮食就跟他很像，就是大量的用脂肪，然后很把淀粉尽量去除。好，这个阿金饮食法呢，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心脏病学专家，那提出的一个这个饮食的概念呢，它分成四个阶段，基本上呢，这一开始就是要告诉大家，第一阶段叫低糖饮食，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大概只吃1到2成，那的确呢，大概有6到7成是在吃脂肪类的东西。后来呢，随着不同的阶段来做一些调整哦，但是呢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吃法，的确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有蛮多人说呢，叫做阿金饮食法可能会容易造成呢这个冠状动脉的阻塞，甚至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加剧。所以呢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论点在互相争论着。再出，下一题。古老肉原名古卤肉，是因其使用古代流传的卤汁秘方，还是它的卤汁可以循环使用？请讲答。请讲答。阿姨啊，徐小可，你抢到了。对。漂亮，来。卤汁可以循环利用。卤汁可以循环利用。真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请揭晓。肉呢，它其实啊，就是它的原意是古卤肉哦，就是因为它的卤汁呢，能够不断的再去使用它，所以呢，它就是用老卤，那里头呢，通常会有罗望子所制成的卤汁。那它呢，它的酸味本来是来自于这个卤汁，但后来的人呢，为了让它更增加它的这个酸味的风味哦，所以呢，就用了番茄酱，让它吃起来有点酸甜感。来，小可，八老汁，开箱。哇哦，16000。超强，太厉害了！原来你花一个回合休息是为了这个。我没有休息，我都在按铃哎。一家伙就到第二名了，有你看看，再出下一题。土豆鱼是由荷兰人还是日本人引进台湾？谢谢啦。马世芳，土豆鱼是由日本人引进台湾。土豆鱼的大本营在哪里？它是海里，海里吧。我说在台湾，台南吧，台南。咱俩都在海里，我们很有默契。没什么意外，异口同声讲海里。没有什么意外，可以用重的。土托鱼应该不会在土里。用重的。啊，应该会在海里。海里。我是说，以台湾这个地方的版图，土托鱼是北部人吃的还是南部？南部人吃的。南部人什么人经营南部最多？荷兰，因为那时候攻打的时候是先占领高雄，是不是日本人？请揭晓。土托鱼呢，其实在和治时期的时候哦，所捕捞到的一种鱼种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念法可能是这个 Dorado 或者是 Bonito， 那它的音译过来听起来就是跟土托非常的类似，然后他们就会把土托鱼呢进行油炸之后再加到羹汤里头去，也变成现在的非常经典的南部美食。来，请出下题。苏帮菜著名的菜是樱桃肉，它的原料是鸭胸肉还是猪五花？请解答。选一家。鸭胸肉，请揭晓。是不是陷阱？
好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樱桃肉这道肉啊，很常出现在乾隆皇帝的御膳上面哦。那他是因为有一个苏州大厨做给他吃的，他是用那种肥肥的五花肉，然后呢，他用刀子啊，就是呢，这个切出这个刀工呢，是只有是落在肥肉的部位，瘦肉呢是不把它切断的。然后呢，在过去有的做法是用文火呢焐一整碗，但是现在呢，可能会直接去油炸，所以呢，那个皮的部分呢、啊、就会收缩，就像是一粒一粒一粒炸过的这个樱桃的样子。所以呢，樱桃肉它里头没有加樱桃跟肉去煮，而是形似樱桃，但非常好吃，所以才称之为樱桃肉。来，再出下一个。古早味三色软糖，它是红、白、绿还是红、黄、蓝颜色组成？请正答。宋哥吃过三色软糖吗？有吃过，它是红、白、绿。喂，过年的时候都会出现嘛。请揭晓。掌声鼓励。好，因为我们管委会呢赚了一点钱，所以就请大家。这个幼儿园都会吃，超真的，超的。那一边吃一边听我讲解一下哦。这个呢，三色软糖啊，这也是非常古早味的一种味道哦。那它这个三种颜色呢，其实我们都一口吃，不要一口吃，我们分开吃就会发现它的味道不太相同。红色那个地方是最甜的，而且它有一股香料味；白色是最没有什么味道；绿色是薄荷味。然后这个软糖呢，也被大家公认是现在过年大家觉得最难吃的糖果。你一定要我整个吃完之后你再讲。可是这很大，这是日治时期有钱人才能够吃的哦。它还有一层糯米纸，也可以吃。它用糯米纸了，香蕉有味道。它不是糯米纸，它是玻璃纸。你要说这样害人。对，它是塑胶，以前说干。刚才这个答对了没有？这个答对了。来，宋哥，请选择。七楼之四，准备开箱。哇！现在已经六家有四家上到破万了啊！那个还没脱贫的朋友加油了，请朱下礼。也是美食青蛙下蛋，它早期加的不是粉圆哦，而是西谷米还是山粉圆？请抢答。宋哥抢到了，来。早期不是加粉圆，它是加西谷米。西谷米。山粉圆。请揭晓。每次你们暗透都是我会的，你们。好，青蛙下蛋是台湾的夜市著名小吃。那它其实早期放的并不是粉圆啦，它其实呢是用这个山粉圆。那因为呢它看起来呢就像是青蛙下的蛋，那所以呢大家才会因此得名。而且早期其实是用糖水加奶精，后来呢才变成我们现在很常喝到的鲜奶里头加珍珠。请出下一题。类似北部欧北菜的嘉义古早味点心，我们称为香肠肉还是卤熟肉？请答。徐小可，卤熟肉，卤熟肉，请揭晓。多棒啊！好，在南部呢，他们独特的美食就是香肠熟肉或者是卤熟肉啊，基本上呢就是卤熟肉。它跟北部的欧贝菜不太一样，它除了有很多的这个内脏类的东西之外呢，它其实呢也是一道非常考验老板的秋楼菜，所以它可能有十几二十种不一样的配料哦。然后呢，从刀工到制作，各种的这个种类都有，再加上了这个蒜蓉酱油，口味一绝。徐小可，五楼之四，开箱来。哇！厉害啊！厉害！你真有你的，好厉害！厉害！刚刚在后面叫我们都不要抢答，没想到。第一轮我都是这样哎，只有你们都在排。为什么不抢啊？因为就是他刚才说，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知道你们脑袋里面装的是多少东西。然后我们异口同声就说完了，脑袋里面都没装东西。我是三等员。你们今天是让我意外的是素清，
没有，他们很炸，因为他们本来都说他们要拍旁边啊。没有没有，姐不是我们，是徐小可。我会的，他们都给说清楚。徐小可是徐小可。别这样，姐，是你破坏了当初他可以请一顿饭的规矩。好吧，对不对？先破了。哎呦，你怪他了。不是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我请你吃。请朱赛里。澳门名产杏仁饼的主要原料是绿豆还是花生？请进来。素心姐，你真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想什么？你刚刚都说你知道，对呀。现在你又说你不知道，就是说我知道你们不让我爱，我不知道你们偏偏我知道你要抢个参与感，对吧？是是是。说话。好吧，那以颜色来看，决定它是花生。对，花生，请揭晓。它其实是绿豆为原料哦，那它是用绿豆粉制作的，这是因为外观很像杏仁，所以才被叫做杏仁饼。那其实呢，基本上啊，最初呢，杏仁饼呢是用绿豆磨成粉所做的。请助理。早期从日本引进制作的脱水面包，就是现今的草莓面包还是苹果面包？请进吧。宋哥。苹果面包。对。对。你不要你快快出事。好害怕你的那声对哦，没有了，这次是真的对了，对啦，因为快快小小的，一定是。好，苹果面包的其实在这次时期传入的时候，它叫做脱水面包，它吃起来的口感比较扎实，而且有点小麦的香气。但你想哦，一个面包叫脱水面包，听了谁想吃啊？所以呢，他们后来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当时呢很贵的水果就是苹果了，只有有钱人家才吃得起，大家都会觉得呢苹果是一个高级的东西，所以呢索性就把它改叫苹果面包，然后呢加了一点点的新配方进去，但里头丝毫没有苹果，但是就因此热销。嗯，对。所以取名字很重要啊。嗯，来，宋哥，我选五楼之一。准备开箱。哇！灵机一动，帮忙。音乐好讨厌。这音乐，这音乐。你要收金还是收银？我要收银。品质员，你真的太幸运了。抽中免缴仪器的管理费，我们退8000给你。哦耶！另外，你还可以再选择一位较喜欢的住户和你一起享受这份幸运，所以他也得8000的意思。哦，真的？你想把8000分享给谁？想让他脱贫的素心姐吗？宋哥，是不是？你给他是对你最不造成威胁。对呀，其他都可能那个也是这样，意思吗？不是说你救他没有意义。没有，至少就是要救一个没意义的。是不是？为了钱，有些话放在心里就好了。谁叫说？谁叫你一开始就坏了规矩啊？好，所以8000救他。我救他。好，8000给他。来，两个人各加8000。尊清睦邻，对。刚才我缴的就是你的账单，本来就是要还我钱的。现在缴到，哎，我操！现在缴到，好像住户，他走心啊，好像住户，好像住户。不是，刚刚宋哥一副给人家恩惠一样，什么都给你的，给你账单是你的，帮你付的。真的好像我们社区在开会啊！阿姨妈，那阿姨不要进啊，不要进啊！你现在跟我在斗笠，不要进啊！咱们也来，不要进，不要进！好了，各位住户，我们剩下20秒的相处，各位保留最后那一丝丝的温存，好不好？你们也只剩下20秒的缘分，估计最多也就2题了啊！请出，谢礼。广式糖水双皮奶，它是用乳牛还是水牛的奶炖滚凝固制成的？请讲。哎呀，素心姐，水牛。不用乳牛啊。我印象中是这个答案啦，是什么？是不是？我不敢多讲了。水牛猜的，请揭晓。我们去这个香港啊、华南地区啊，都很常会喝到那种双皮奶哦。那其实双皮奶的做法呢，就是呢奶在滚的过程当中呢，当它的这个表层呢一遇冷，它就会凝固结成了一层奶皮。所以它在制作的时候啊，会先把水牛奶放到食具当中呢，然后炖煮，然后放到小碗里头呢，让它凝固变成一个奶皮以后呢，再轻轻的倒出里面的牛奶，让这个奶皮留在下面。接着呢，再把倒出来的牛奶做过处理之后呢，倒进去本来里面已经有下面一层奶皮的这个
个碗当中，就会形成上下各有一层这个奶皮的双皮奶。素晶姐，请选择。八楼之六。八楼之六。铁皮屋，好地方。准备开箱。10000元，有。除了林玉峰之外，全部破万哦，很精彩。目前徐小可已经笃定晋级，下一个不要按了，啊，你休息，你就这样按就好了，让他们变，好不好？来哦，请出嘴。东北家常菜第三鲜的三鲜指的是马铃薯、茄子和小黄瓜，还是青椒？请就答。简一家这一按呢，我看他只要答对了，马斯邦应该就不见了啊。但是很难讲，因为他离差你差了快6000。来，简一家答案是，小黄瓜。对，你答错了。不要对。你答错的话，等于就保送宋哥上来。嗯。小黄瓜，请揭晓。好，要跟大家说，第三鲜的制作方式呢，就是用当地的三种的食材呢，他们经过了油炸，炸熟以后再加这个酱汁一起炒哦。那是哪三鲜呢？就是茄子、马铃薯以及青椒。你刚才又说的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我有吗？我有吗？对，我有吗？有。可惜了，时间第二回合结束，36000元的徐小可跟19500的宋哥，一南一北，恭喜获胜，恭喜恭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